今年入冬以来，首波寒流发威，全台各地气温都明显下滑，北台湾甚至可能出现六度以下气温。对此，医师高伟峰也特别提醒，若是具有慢性病史的民众，更需要在天冷之际慎防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的心衰竭发生。一旦发现自己出现上腹肿胀、脚部水肿、易喘三症状，务必尽速就医。根据联合新闻网报道。 高伟峰表示，由于天冷会使血管收缩，血压升高，故冬季一直都是心血管疾病好发季节。据三高病史长者族群，除了要多留意急性心肌梗塞发生外，更需要特别提防慢性心衰竭。且冬季民众酷爱吃火锅，很可能因本身心脏不够力，加上一时摄取过多盐分，导致血液无法循环至全身。 高伟峰指出，心衰竭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，比心肌梗塞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的死亡率高上许多。不过，由于心衰竭会让水分无法在体内循环，导致肝脏吃不消，且还会让心脏在不够力的情况下负担过大，故经常也会伴随脚水肿、上腹胀、容易喘三症状。高伟峰最后也提醒。 冬天因为容易诱发高血压、冠状动脉疾病，故平时除了要减少摄取盐分外，水也不要一次喝太多。若发现自己体重异常增加，且疑似出现上述三症状的话，务必紧速就医检查，以免增加心衰竭发生的风险。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